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宁。今天呢，过冬至，然后这么多年来，我第一次在冬至的这一天吃我妈做的饺子。我妈做的是我们这边的白萝卜饺子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切肉，要弄得碎碎碎碎的。我妹妹开车回来了，我妈还在切这个肉。看我们家的菜，一般都放在这里。这里是镇上的这个房子，所以就是不会有人管这个的。大家看着，某人要上来了。请问你这个样子吃海苔，你算不算是醉生梦死啊？啊，还靠在沙发上吃海苔？来，给我吃一个。你把水给我够喝就行。你现在在调馅儿，馅儿是需要炒一下的吗？姨呀，嗯，你做的饺子真好吃。好吃你得吃啥？大家看这个饺子像不像一个一个的元宝？特别好看。刚刚太好吃了，然后好吃的我都忘了给大家看了。我适不适合做吃播？这就是我们的冬至饺子，太好吃了。大家知道吗？待在父母身边真的特别的爽。大家有没有吃过白萝卜饺子？白萝卜饺子真的，它那个制作的过程特别的繁琐。好了，我吃完了。关注我，我是阿宁，勇闯天涯的日子，咱们彼此陪伴。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冬至在家里过。